第596集。镇外，苦道人与莫灵现出了踪迹。莫灵也就罢了，苦道人却是一副虚脱的样子，气喘吁吁，没好气儿地看着负手而立的张凡一眼，抱怨道：哎，差点没累死我老头子，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找我。多亏苦老了，苦老，您在一边先休息一下，也顺便看一场好戏，看我如何灭此招时。张凡微笑着悠悠然地说道，不知何时一双眼睛却已经紧紧地闭上了。见得他这般模样，苦道人若有所悟问道：此戏何名啊？就叫金屋照影吧。话音刚落，张凡默然地睁开了眼睛。金屋照影？苦道人本来不过是稍有猜测，并不肯定，可在见得张凡睁开双眼的时候，立刻就明白了过来，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深邃而玄奥，恍若无尽的星空，无边无际，充满了无尽的玄妙。一和这双眼睛对视，目光都好像被吞噬了一般，一层层的被吸入其中，最终透过一切迷雾，在其瞳孔的深处见得了另一番的景况。大日金乌，在张凡两个瞳孔中各有一只金乌舒展着翅膀，似要展翅高飞。在他们的身下各有一株扶桑树，被他们的三足紧紧地捉着，恍若随时可能借力飞起来，化身大日普照大地。与神通显化而出的金乌不同，与法身塑造的金乌不同，有神韵，有气质，有灵性，恍惚间便是觉得更胜过张凡的法相一筹。毕竟法相带着张凡太多的自身理解和诠释，既是金乌又不是金乌。这种感觉一闪而逝，苦道人眼前一花，只觉得两个人的目光错过，张凡凝聚了全部的心神注视向层层叠叠重门阻隔的八门锁龙阵上。金乌照影，嘿，灭此招时。苦道人一笑，倒不多问，只是静静地顿着张凡的目光，一样望向大阵的所在。八门锁龙阵之前，西若悬浮在空中，凭空而立，白色纱衣随风而动，恍若白莲花漫随流水，曼妙身姿，飘逸风采，岂是人间所无，天上罕有的。此时八门锁龙阵已成，西若却没有放松下来的意思，反而全部的精神都融入到整个当中。堂堂的元婴真人竟有汗水顺着美丽的额头、脸颊、断线珠子一般的滑落，可见其心力消耗之巨大。这般可以把强大不逊色元婴期、无形无质、极不可琢磨的太古风龙困锁，这八门锁龙阵之强、掌控之复杂都可见一斑。以西若的修为也支撑不了太久，好在他也不需要支撑太久了。西若，是时候了。张凡此时却是无暇联系爱侣，沉声说道。西若闻言长出了一口气，满头的青丝一甩，香汗如雨点一般飞出，整个人缓缓落下，抚一极地鲜白细嫩的玉足从纱裙中伸出，轻轻地在地上一点。这一点貌似轻盈，却牵动了整个大阵，也决定了太古风龙的命运。轰！连绵不绝运转的重重门户骤然一凝，旋即轰然合拢到了阵法力量的极限。随即哗啦一声，在张凡和太古风龙之间不知道多少道门户划开，现出一条通途来。双方激斗不知多少场，却从未有这般近距离对视的时候。此时太古风龙暴怒到了极点，连最拿手的散开身躯进化狂风也做不到。八门锁龙阵当中仅仅有丈许方圆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人类来说已经足以作为房屋来居住了，可是对于太古风龙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匣子。可是更郁闷的是，他就这么生生的不可能的装到了匣子里面。
若是换成了其他的天龙，不是早就破阵而出，就是早被生生挤爆。独独他太古风龙无形无质，庞大的龙躯竟是真的被压缩成了这般的模样。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西若定然耗不过他，破阵而出不过是时间问题。恰在太古风龙几乎要被心中的怒火点燃的时候，一道通途，一个人影，一双眼眸，隔着数十丈的距离出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一刹那，苦道人、西若、莫灵都分明见得太古风龙圆瞪的龙目当中，先是尽为暴虐之色，紧接着转为惊疑，最后一片骇然。太古风龙的身躯瞬间模糊了起来，这一幕众人并不陌生，正是要散作漫天的风气隐身不见的前奏。前面无数次的交战当中，这样的手段他不知道玩了多少次了。可是不同的是，这是明明没有被打爆，仅仅是被张凡看了一眼，竟然就不准备反抗，而是准备逃散了。可是张凡怎么可能让他逃掉呢？错过了这次机会，几乎就等于和天龙灵宝九龙喜告别了，他如何做得？蓦然间，张凡的双眼中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左眼瞬间暗淡了下来，瞳孔中大日金乌收拢的翅膀好像玉兔横空，已然日落时分，正是皓月当空，他在扶桑树上深深地睡去。右眼正好相反，光华大作，金光如流水一般充斥了整个眼内，更是有如有实质的金光恍若太阳金焰从眼眸中舔舐而出。那困居于扶桑树上的大日金乌骤然间展翅高飞，瞬间从瞳孔中飞了出来，眼看就要化身大日，遍洒光辉，普照大地了。恰在此时，张凡深深地忘了太古风龙一眼，就这么一眼，手不曾抬起来，脚不曾迈出，却又洞穿天地的威势轰然爆发了出来。即便是西若、苦道人这些他身边之人，也感觉到好像整个身子猛地一下僵住，不能动弹了。不能动弹的不仅仅是他们，数十丈之外的太古风龙所有的动作也同时僵住了，保持着张牙舞爪的样子一动不动。一点金光如同照影，自太古风龙的体内闪烁了一下，渐渐成型。之所以说是照影，实在是这点金光简直就如同张凡凝视平静的水面所倒映出眼中的精彩一般无二。一样的深邃眼眸，一样的瞳孔中大日金乌化身太阳横空，一幕幕演绎着。道德后来忽然轰的一声，一个庞然大物如同雀巢鸠占了一般，又似寄生而成形，正在破体而出似的，一下子几乎彻底的代替了太古风龙，充满了八门锁龙阵所有的空间。这是大日金乌！苦道人、西若、莫灵同时做出了反应。前两个人是惊诧，他们都是张凡身边的人，自然知道这是所谓的金乌照影，其实是取自无回骨的金乌精血被张凡炼化入体内形成的神通。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的施展手段竟然只是一眼对望，直接就爆发在对方的体内，可谓是玄之又玄。无穷的奥妙，若是让与张凡不对付的人见得，保证不寒而栗。这也就罢了，令得他们几乎失态的却是这凝成的金乌给了他们一种诡异的感觉。强大的血气把周围的空气点燃，无尽的威势不让张凡的法相，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大日金乌从太古复活，穿越了无数的时空出现在了眼前。与他们的惊诧相比，莫灵几乎是站立了，呜咽了一声，把翅膀夹得紧紧的，把脑袋埋入胸前，庞大的身子刺溜一下缩到张凡的身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有一点安全感。威压，属于大日金乌的威压，对莫灵这个部分金乌血脉的继承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抗拒的。若非跟随张凡日久，
别说是这般了，哪怕是直接趴在地上也不奇怪。金乌照影，金乌真身，无非如此。希若，张凡大喝了一声，也把希若从惊诧当中惊醒了过来，双手绽放如莲花，重重门户，八门锁笼再现。从渐渐合拢的缝隙中，众人亲眼见得太古风龙从内部开始被金乌真身彻底的吞噬，每一点火焰都是由内而外的燃烧暴起，然后冲击在八门锁龙阵上，又反弹而回，内外交攻。每一刹那，内外数以万计的金焰如同流水一般来回的冲刷着，太古风龙支离破碎，又无法溃散，无法避开，生生承受着张凡的杀手锏之一金乌照影，金乌真身的蹂躏。龙吟之声从暴怒到哀鸣再至凄恻，终于渐渐弱小了下来。在乌啼声彻底盖过龙吟，火焰完全覆盖风气之时，八门锁龙阵轰然合拢，压迫一寸一寸的压入，初始之时尚有微弱的龙吟，点点火光，到得后来连重重门户本身的颤动也没有了，是一片的死寂。少顷，在希若的脸色略显苍白，回眸一笑，百媚横生之时，在天地之间骤现狂风，若亿万人齐声呜咽之时，在重重门户八门锁笼渐渐隐去，八根锁笼柱清晰了起来时，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此时此刻，张凡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这犹如风雨飘摇，整个世界都为之哭泣的狂风，恰恰说明了那恐怖的太古风龙终究无法抗拒由内部发起攻击的金乌真身，困锁的八门锁龙彻底消失在了天地之间。嗖，八根锁龙柱化作金光落入了希若的手中，阵法区域之内空空如也，只有一个深深的凹陷，流火窜动，大地似乎都为之烧透，其间除却火焰之金光之外，唯有一点淡蓝微微闪烁着，稍不留神就会忽略了过去。张凡伸手一招，把那个淡蓝光点收入手中，摊开一看，却是一枚指节大小的珠子，珠身当中恍若有另外一个世界，又似这个世界此时情况的倒影一般，无尽的风气来回纵横，除却狂风再无其他，这是太古风龙一身精华之所凝聚。屡杀不死的真身，其根本便是在这点本源之上了。此时本源之中的风龙意识已经被抹去，随化作这枚风珠静静地躺在张凡的掌心之上。结束了，张凡把风珠收起来，环抱住了耗尽了气力的希若，远望向了天际。透过层层如无头苍蝇一般躁动的狂风，正可见得通天彻地的龙柱随着太古风龙的消散，好像失去了精神一般，渐渐地暗淡了下来。通天彻地，上顶苍穹云海，下压碧落黄泉，俨然擎天巨幕。张凡等人眼前的正是通天龙柱。太古风龙灭杀之后，通天龙柱好像被抽走了精魄，显得有几分暗淡之色，可站在其面前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恢宏雄壮的感觉。此时龙柱依旧通天，其上却无天龙，恰如天上人间一般，固然还有着几分太古时的痕迹，却再也没有那种纵横无敌的强横种族感。师兄，这龙柱的材质很奇怪呢。希若侧了侧头，露出了些许感兴趣的神色。这个时候，在这方天地之主之前，除却趴伏在张凡肩膀上的莫灵之外，也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苦道人早在灭杀风龙之后，便重新回到了菩提园，一来是累得够呛，二来是给他们两个留下杀手锏，以防万一。听到了希若的话，张凡缓缓地从通天龙柱上收回了目光，微笑着说道，
这是风气结晶凝就的，自然有所不同啊。风气结晶，奚若蹙了蹙黛眉，重新打量起这近在咫尺的通天龙柱，多少看出了一点名堂。本来这种材质相当的特殊，张凡也未必能够认得出来，毕竟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通，通天的威能又如何能够凝风成材，外界怎么能够见得呢？不过有了怀中的这颗风珠之后，就大不相同了。这枚风珠在手，不知怎么地，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能够听闻到周遭微风的低语和眼中通天龙柱上的呢喃。有了这般的感应，心中有了定见，自然也就能看出不同来了。这个通天龙柱不过是类似倒影一般的东西，张凡并不放在心上，他在意的是那颗风珠，怕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些念头在他的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逝，旋即一手拉住奚若的手，一手缓缓伸出，按在了通天龙柱之上。轰！一声轰鸣，好像直接在神魂中响起。蓦然间，张凡与奚若只觉得再也无法动弹，同时神魂好像被抽离了一般，在不停地远离这个世界。明明张凡的手掌犹自按在通天龙柱之上，可是给他们的感觉却好像是站在高空中的某处俯视，任沧海桑田，半点都感觉不到和自己相关。以张凡的手掌按下之处作为中心，巍然屹立的通天龙柱忽然寸寸开裂，通体皲裂，随即轰然爆开，化作无尽的碎片飞散。这些碎片不仅仅是通天龙柱的碎片，更是整个世界的碎片。恍惚之间，张凡与奚若似能见得一枚碎片从眼前飞过，其上有被挪移了所有黄沙的沙漠，有被吸走了所有湖水的大泽湖，一路上经过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尽数在一块碎片的容纳中疏忽远去。这种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一般的感觉，即便是强绝一时，心中也难免生出心悸之感，这是天威一似的震撼。可在那一刹那，张凡和奚若却觉得心中一片安宁，恍若整个世界和他们脱离了一般，任由天翻地覆，尽可等闲视之。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在此刻也失去了概念。忽然，张凡和奚若只觉得身体一震，耳中轰然作响，如激流汹涌，轰然冲刷而过，心中却是知道，这是身体内血液的流动。以此作为契机，所有的感觉回归，那种不能控制自己身体的感觉也蓦然消失不见。砰！无尽的碎片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他们两个人面前拼装组合，重新组成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是……第一眼望过去，张凡先是一皱眉，心中若有所动，继而恍然了过来。